谢谢你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主啊，你要我们饶恕，还是要我们得生命，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，主啊，那个喜乐的生命，那个平安的生命，那个充满上帝慈爱的生命，一直帮助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把那些过去伤害我们的人，主啊，得罪我们的人，主啊，使我们痛苦的人，主啊，我们都要把它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我们立志不凭自己的办法来报复他，主啊，我们要选择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相信你来处理会比我们处理更好。主啊，我们要来信靠你，因为你的处理是没有差错的，因为审判的主权是在于你的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仰望你，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借着饶恕进到那丰盛的恩典里面。主啊，得着那个喜乐，哦，那个恩慈，那个充满平安的生命。主啊，因为你说你来了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你赐福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领受的，直到见你面的日子。祷告祈求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，阿们。